你们两个能吃多少？三个馒头，两碗大米饭，饭量不见底。给你们两分钟。没问题。你们刚刚试吃都有什么感受？这花椒锅巴太好吃了。这个花椒锅巴采用韩城大红袍花椒，有麻辣、爆辣、焦香三种口味，口感焦香酥脆，特别好吃。行，你们俩回去等通知吧。一时光花椒锅巴还你。哎，不要推我了。